2018年12月26号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纪念日。从当地时间12月25号晚间起，在其故乡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广场，不少从中国各地自发赶来的民众，或手捧鲜花，或挥舞着旗帜，用不同方式表达着对毛主席的追思。没有烟花鞭炮，没有车流拥堵。记者当晚在毛泽东广场看到，除了民众自备的花篮，广场入口还有免费的菊花发放，供民众纪念毛主席。韶山城内免费的环保车一趟接一趟转运着赶来的民众，交通秩序井然。26号清晨，聚集在毛泽东广场上的民众在现场司仪的引导下，一起向毛主席铜像敬献了花篮并三鞠躬，同唱起《东方红》。